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去铁西最大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叫万象汇，它就在铁西广场的地铁口，是一个很高端上档次的购物天堂吧。但我今天是来逛负一层的 BLT 精品超市，它是华润万家旗下的高端超市，听说里面的进口品牌要占一半以上。超市的规模虽然不大，但是精而全，这里的蔬菜都是包装好的，都是有机类的青菜，肯定要比一般的超市价格小贵一些。肉类的食材也是很新鲜的，听说晚上都会有很大的折扣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对商品的品质要求也不断的提高，所以这些精品超市刚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。这边的寿司折扣力度还是很大的，还有很多的刺身，是不是有点像自助的日料呢？这些精致的盘子让人爱不释手啊。看看这里的酒水超多啊，很多都是进口的，感觉像进入了一个地下的酒窖，或者说它是酒类的博物馆也不过分吧。饮料区的各种饮品应有尽有，很多也都是在打折。这里的饮料是我见过的最全的超市了。这里还看到了星巴克在超市的特供饮品，基本是浓缩的和冷藏类的瓶装饮品，不知道口感和门店是不是一样。日用品很多也都在搞活动。这儿的水果种类真的好多啊，琳琅满目的，而且品质都很不错，很多水果在别的地方都是买不到的。看看这水果都很新鲜，包装的也很漂亮，虽然有点小贵，但是拿一个爱一个。这儿还有很多黑玉米，这里的饼干、曲奇、糕点种类也是多得数不过来，喜欢甜食的宝宝可能有点收不住了。这个马卡龙太好看了，少女心爆棚啊。很喜欢这里的糕点区，很多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，尤其这里的豆乳盒子白玉卷儿，味道确实好极了。这还有现场制作的，只觉得看啥都想买呢。还有很多一般超市买不到的纯进口的日式调料，咦，这里还有我爱吃的荔浦芋头。这里的进口零食超多啊，有点看不过来了，有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等各国的小零食，只要你有足够的银子就买买买吧。走马观花的逛了一圈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谢谢观看。